柏拉图说，不关心政治，就等着被糟糕的人统治。今天在 IG 看到这则限动，我问 Google 大神柏拉图这三个字，跳出来的第二名是柏拉图式恋爱，到底他关心的是政治还是爱情？其实爱情与政治都是选择题，幸福是来自于自己对的选择。家乡的改变不是一天就能完成，那是因为我们选择对的人，对的人才会对家乡做出对的事，回家的路才会更近，家乡的家人才有更多笑容。如果我们不希望是这样的人，这样的人，还有这样的人来住在我们的家乡，那就请付出你的关注。这一次家乡需要我们的关注，这一次我们不能再让糟糕的人来统治，付出行动，让家乡跟你一起拥有幸福。